请收看《智慧菩提》。如果你真能对动物像对待人一样，那么作为大乘修行人，其他很多境界都可以相继出现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仅会对旁生界升起强烈悲心，对其他恶趣众生也会产生悲悯之心。但愿诸佛菩萨、本尊护法加持，让我真正对三恶趣众生升起悲悯之心，并将自己的善根全部回向给他们。我们的心中充满贪婪、嗔恨、愚痴、我慢、嫉妒，那么世界一定到处都是战争、谋杀、偷盗、抢劫、强暴、欺骗，那将是多么险恶的世界啊！相反，我们拥有惭愧、慈悲、道德、智慧，那么世界就会出现光明、和谐、安定的局面。佛法说，一切唯心造，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态，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。佛住世时，佛住持三宝，佛灭度后，谁住持三宝？僧住持三宝，僧上弘佛法，下度众生。三宝住世靠什么？靠僧宝，没有僧宝就无法皈依，想做佛弟子的资格都没有了。菩萨度人，首先度的是他自己。真正的度，是先把自己完善成一道风景。然后让所有看到自己的人，因这道风景而赏心悦目，法喜满怀。
永远要记住，友情在受苦，不论你身在苦中、乐中、独处或身处人群中，都不要忘记三界众生的痛苦。自己是自己的护主，自己是自己的敌人。行善与作恶的时候，自己是自己的证人。一个烦恼的人去拜访智者，他问：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让自己快乐，同时也能让别人快乐的人？智者送给他四句话：把自己当成别人，把别人当成自己，把别人当成别人，把自己当成自己。这个烦恼的人学会了换位思索与换位感觉，然后放大自己细微的幸福，缩小仰望别人的高度，终于如愿。佛语：世上最美好的东西，不外欢喜，故用欢喜心来做事，无不成就。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不外结缘，故用结缘观来待人，无不成全。世上最持久的东西，不外忍耐，故用忍耐力来处众，无不成效。世上最坚固的行为，不外愿力，故用愿力行来工作，无不成事。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，看现在做的事情就会知道。因果是种子与结果的关系。飞机在天上飞，影子虽然没有隐现在地上，但是从那里降落时，影子便清晰了。如同这个道理一样，前面做的事情好像过程没有感觉到有变化，但结果到时，
善恶的感受就很明显了。龙树菩萨说，只要你的动机纯净，便会自然地做出利益他人的事。由于你在建立一个正确的习惯模式，你在今生及来世的生活便会更健康、更快乐，也将更容易进步，达到圆满的悟境。月称与龙树两位菩萨都教导我们，我们无法改变世界，唯有净化自己的心态才是根本，因为它是真正累积善恶业力的主导。父母创造我们的身体，上师改造我们的灵魂，都是我们要感恩的人。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无论是大乘的显法或不共密法，若无菩提心，则修亦无用，亦不算是入了大乘之列。故此，正如皈依是入于佛教之列的门槛，出离心是入于小乘之门槛，菩提心则是入于大乘的门槛。判别是否大乘，看的是有无菩提心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
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在顺境中修行，永远不能成佛。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，你随时要认命，因为你是人。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么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宗教只是一个名字，重要的是人性、品德、对生命尊敬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没有这些，就谈不上宗教了。在大慈和大悲里，没有丝毫的分别，没有我的或非我的成分。正是因为没有分别，因此也就没有执着。大慈和大悲只会导致快乐和减轻痛苦，他们不会带来忧伤苦恼。没有这种爱，生命便没有意义了。有了慈爱和悲心，生命必会充满平和、喜悦和满足。执着与分别心都是导致自己和他人受苦的根源。所有人真正渴望着的爱，是慈爱和悲心。大慈和大悲，都是不求回报的。慈爱和悲心，亦不限于对自己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家属、宗亲和国民。这种爱
是遍及所有人和众生的。